知道叫 GTR 的跑车都有哪些吗？比如迈凯伦 P1 GTR， 全球仅限量58台。这款车在迈凯伦 P1 的基础上，各方面都进行了升级。它的动力输出达到了1000匹马力，零百加速时间仅需2.7秒。还有奔驰 AMG GTR， 江湖人称绿魔，它曾以7分10秒92的成绩创下了纽北后驱车的最速纪录。当然叫 GTR 的跑车还有很多，但叫战神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日产 GTR。 它是一台让欧洲车厂闻风丧胆却又束手无策的速度机器，2.7秒的零百加速还能弹射起步。重要的是 GTR 的改装潜力几乎无限，小改一下1000匹马力轻而易举，这样的颜值和性能就连法拉利和兰博基尼都黯然失色。